所以啊，少吃一点零食。肖老师有在吃零食啊？我从来不吃零食。屁嘞！你刚才刚吃一个巧克力棒，是不是？巧克力卷啊，巧克力卷，那不算零食。听到没有啊？那还不算零食啊？那个王老师吃零食吗？哦，那真的，他连水都吃了，白水，很养生啊。就喝的很少，不是那么爱喝。九七年小朋友那么养生，没有刻意养生啊，就只是个人习惯是那样。OK， 好，今天的访谈节目就到这里吧，再见。好，还不走？杂技，不要走，相声。书小品，你有看过这个吗？徐韵咋？你看过？小时候吧，有妈呀，好饿。